加入芒果 TV 会员，开启自强能力风暴。大家好，这里是明星大侦探第4季会员节目名侦探俱乐部，我是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会转正、但至今还未转正的野生侦探包青白。这一期 No 作 No 带，让我们回到了哥哥们的练习生时代，终极考核的出道舞台，昙花小姐姐闪耀登场。我本来就很美，小哥哥们劲歌热舞，竞争激烈，给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此情此景让我们的邓伦哥哥也按捺不住了，在神秘小黑屋里对他们发来了挑战。是什么？我来了。嗨，今天是什么嘞？干嘛过来？今天谁出题呀？Come on! Hello 朋友，我是今天的出题官邓伦。哦，伦伦，天哪，邓伦，不会唱歌的演员不是好侦探。这次我准备的题目是反向唱歌接龙。啊？我唱下一句，你要接上一句。我一共会唱3首，只要你能接上来2首，你就可以赢得3艘的机会。准备好了吗？我现在开始唱第一首啊。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我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哎呀，那我现在要唱第2首了，仔细听。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连成线。大家不要忘了，我是一个42岁的人，你们能用一点我知道的歌。池塘边养了一群小鸭子啊。第3首了。追逐的年轻歌声多嘹亮。我的妈呀，我在阳光，我虽然号称中华曲库，但也不是随时更新啊。第1首，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不害怕高山一切。反向真的太难了，我从头开始唱，我真的。营造浪漫。不害怕一切，追逐你我此生永远都不停歇，拥有你就算拥有全世界。是这首不是吗？那如果我编的词比原唱要好，你能算分吗？营造浪漫的约会，不害怕搞砸一切，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不害怕搞砸一切，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对了，第2首。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连成线。这心情是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天上的星星哟呀儿呀儿，不是这个，那一首好想和你一起吹吹，不是这样。看星星之前人们一般会干嘛呢？要么是并肩坐，要么是手牵手，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第3首。追逐的年轻歌声多嘹亮。亲爱的啊，好难好难啊，反向怎么这么难。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开花，追逐的年轻歌声多嘹亮。张韶涵的歌应该是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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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所有梦想都开花。我，哎，有了，有了，我终于想起来了。得了，再见吧，三叔。啊！现在公布正确答案，第一首歌的上半句是。营造浪漫的约会，不害怕搞砸一切。第二首歌的上半句是。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第三首歌的上半句是。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开花。你答对了吗？耶！我答对两题。OK。左三圈，右三圈，并做深呼吸。答对了，谢谢。错一个，好吧，谢谢。亲爱的网友宝宝们，我也为你们准备了很特别的节目，你们可以到明星大侦探的官方微博下进行留言答题，最先答对的三名网友就可以获得我的签名照。我的题目是。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连成线，追逐的年轻歌声多嘹亮。刚刚进来送水的工作人员在哪个手指上戴了一枚戒指？正确答案是左手小拇指。你们答对了吗？没有广告，精彩继续。我包某人千辛万苦混入后台，为你们挖来练习圈里的许多独家大料，精彩尽在本周的嘿嘿嘿路透。嘿嘿嘿路透。路透一 ，No Zone No Die 出道舞台幕后直击。娱乐巨头 MG 公司斥巨资打造的 No Zone No Die 男团即将面试，练习生们将面临出道或淘汰。他们风格迥异，可盐可甜，任君 pick。人人都有发带是吗？发带男团，大家是不是对偶像组合有偏执？萨老师啥呀？萨老师老样子。嗯。小哥哥们在赛前日夜不分的彩排练习。这个烟有点像烧烤的。不像你预感。斯特。开场的时候，我们是坐在下面，然后呢，走这边四个位置，有一个开场 pose 背面的，然后我们音乐前奏的时候就一直是背面跟着律动就好了。最后要有 ending pose。ending pose 哎。我觉得不行。帮我设计一个 ending pose 呗，老师。好。它就是有点复古 disco 的感觉。要不您加一个那个转身啊，可以是有点像是比爱心哦，好好好好好好，这样然后搓两下 ，OK， 懂了，好，谢谢老师。再试一遍好。离开世界之前，一切都是过程。活着不难，最难的是做人。离开世界之前，一切都是过程。活着不难，最难的是做人。在离开的眼神里，代表着默认这一切过程。我们曾经爱过恨。彩排之余，我们成功捕捉到了几位小哥哥进行采访。大家好，很高兴我夺得今天的冠军。我感谢所有支持我的粉丝，当然他们五个人落选也在意料之中。当然我最看好的是何美男，因为他是我的好朋友，我希望他在今天能够收获属于他的梦想。加油，美男！
谢谢大家，我终于找到了我的歌路，我要坚持唱下去，我就要唱这种贵的歌。谢谢大家，一定要支持美男。我希望能够拉动消费，希望让大家了解时尚。我更希望在以后我的都市轻奢曲风里面有更多精彩的国货品牌。国货加油，爱你哦！谢谢美男，美男加油！我有一种预感，最后就是我们三个人会出道。我一定会出道的，我一定会出道的，没错没错。Yo, bad rap, AKA good bad, you feel me?、啊、刚才我那个烟火是忘了放吗？为什么到他这有啊？我也花钱了呀。道君老师，唱功致敬，我得罪你们了。一切都是过程，一切都是过程，一切都是过程。相信我，下一个假天王一定就是我。假天王。哈喽，大家好，我知道我一定会出道的，所以我现在我有点舍不得我的弟弟们，有点心疼他们。其实想把这个机会让给他们，但是没有办法，真正的最后的有实力的人是全能的。谢谢大家，刚才看到的就是 F 班的水平。你在挡我歌词，我要你命。我们 A 班的其实是很照顾他们，但是没办法，他们的水平目前 F 班就是这样。各位观众，他都22岁了。不得不说竞争可谓相当激烈。然后那个项链不要指着我，不要玩项链，说你呢，你呢，说你呢，我们这帮人只有我是在真唱，我应该出道。 You feel me? You 我是 Steven， 给抓起来。但令所有人跌破眼镜的是，唯一自杀了。比赛中途，撒微笑为了替粉丝复仇，致使真 C 位溺水身亡。 No Zo No Die 男团接下来的命运会如何？是会夭折还是因此爆红？黑黑黑路透将持续关注。路透二，白 rap 激活上线超有料。平时的利口白是高冷白，而这一次 No Zo No Die 出道夜，白 rap 嗨到拦不住。一切都是过程。You feel me? 给抓起来。喂，哎，好。哦。但面对案件，白 rap 立马严肃在线。我们四个谁也摆脱不了这个怀疑，送给他衣服的这个人很重要，根本就不是他的粉丝，有可能就是凶手。对，所以就为了这个杀掉了。那这个假视频跟你有关系吗？他们在计划怎么把其他人的票飞在我身上，一定。你既栽赃了一个要毁掉这个组合理想的人，又完成了一个谋杀，这么周密的一步一步的去实施。他说他在9号的时候才在这个楼道间捡到了唯一的横幅，然后上面还踩了脚印。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不合理的事情。在最后一个点上，我觉得他撒了谎，那个横幅一定是他之前就已经找到了。排除完排出去，只剩下撒微笑了。对于自身形象也是超级严格，有点紧。安婷，这两天是不是吃的挺好的？啊，你好像胖了。是圆乎点了，昨天我看的也圆乎点。我最近在练。甚至被曝举铁内幕。太吓人了。啥意思？你练好了你就看哪让顶我。只要心中有肌肉，哪里都是健身房。希望这样的名场面有朝一日在名侦现场也能出现。路透三， Justin 展现独门个人技。 Justin 弟弟一大早就兴致勃勃来到名侦现场。哎呀天哪，何老师，你今天这个头发有哎，今天 Oh no 是真的。有没有走路很像？对，今天这样子，哎呦，好帅啊！是好看的啊。对啊，我今天还要真唱呢，真的、啊。哦，我知道，留下 Burberry。这一次他带来了独门技能，无敌小胖手。只要有这双小胖手，3分钟就可以拍出一本写真集。
所以凶手他一定是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见过那个硬盘，二是经常出入我们的房间。凶手肯定是你，你肯定还有一些我不知道的东西，我要搜出来。四五七，少了一个六，六被拷走了。有没有看刚刚其他人的硬盘里面有没有人有多的一个六？小 U 盘掉下来的时候只有萨和威在。哦，哎，这是谁的硬盘？这肯定是你们两个人身上的。因为只有凶手才会把六偷走。萨老师，小胖手辅助破案，手舞足蹈，四十满分。我觉得还不错，我觉得还可以。看之余，弟弟也要在明哲欢乐的海洋里徜徉。有什么发现吗，侦探？你知道有这把伞吗？哇，做得很好看哎。对呀，录完带走。可以，当然，偷藏起来先。今天又是劳逸结合、收获满满的一天呢。欢乐过后，回归真相。撒微笑究竟如何在众目睽睽之下瞒天过海杀害了真 C 位 ？No 作 No 带回到魏红时，真相即将加载。我是本案的真正的凶手，撒微笑。前20年我得过且过，每天都用抽签来决定要干什么，直到我认识了我的第一个粉丝唯一，是他让我找到了人生的意义。而2天前我才得知。因为见面会的临时取消，唯一情绪崩溃导致自杀，而导致见面会取消的罪魁祸首就是真 C 位，但是他居然没有一点歉意。这种把粉丝当成工具的人不配做偶像，我必须阻止他出道。前天晚上我发现他有一个绑架计划，我想起他曾经有一段以假乱真的水缸溺水的视频，所以我决定利用这个计划杀掉真 C 位。昨天我溜进了道具间，按照视频拍摄的角度在道具间里安装了一个摄像头，接着我从真的硬盘中拷走了他的溺水视频，伪造成当天绑架的监控视频放进了道具间的电脑里。最后我借粉丝的名义送了一套和视频里一模一样的衣服给真，并留言希望他能穿着这套衣服去参加终极考核。今天就是终极考核，大家都拿出了最好的状态，最后一个登场的真 C 位果然在舞台上被人绑走。而中场休息时我穿上雨衣来到道具间，等绑匪离开以后我便走进去把他的头摁进水里。这期的故事让大家重新思考偶像的定义，偶像不仅有才华和颜值，更应该是阳光、自信、善良的正能量。包某也要在这里提醒屏幕前的各位，追随偶像的路上一定要清醒谨慎，不要迷失自我。这一案终于水落石出，下一期又是什么棘手大案呢？让我们一起去圆桌抽卡现场看一看吧。你换裤子了，我前天摔一跤，你看。你怎么了？就摔一跤。摔到哪儿了？在家里，就是让大家多疼我一下。其实这还是那条裤子，只不过又洗了几次。洗白了。我们又一年 no 作 no 带结束了，我们又再一次聚首。小白走了是吧？小白还在笼子里呢。你现在年轻人心理承受能力太差了，只不过是又多背了一次锅而已。至于吗？还闹脾气，跑了，不来了。万万没有想到大勋会投错，你应该想到。不是，大勋这几季的人设不就是只要有撒贝宁就投撒贝宁吗？说得非常好。是什么故事呢？来，请看。在 M 市远离尘嚣的18环外，有一座天堂公寓，斑驳发霉的墙面，鼻子狭长的走廊，男女混用的浴室，永远拧不紧的水龙头。这些缺点丝毫没有影响租客们对他的依赖，人们躲藏在紧密相连的房间里，演绎着截然不同的人生，不为人知的秘密，
难以克制的欲望在天堂公寓里四处流窜。突然有一天，在大门紧锁的公共浴室里，一个身着红色浴袍的陌生男子倒在了血泊当中。嫌疑人锁定，没人比我速度快，跑腿没人比我受欢迎，点赞没人比我睡得久，蛰居没人比我玩得嗨，摇滚没人比我更高级，白领没人比我更会吃，试吃。六名嫌疑人中隐藏着真正的凶手。现在请各位玩家开始抽取角色卡。怎么会有一个角色叫高级？整个介绍完了之后，我就记住了一件事。哪个？这个公寓是男女共用浴室，男女混用的浴室，感觉还是有点杀气的。实际上它这个环境设计的就是一个大家共同居住的一个，大家住得很近，像单身公寓呢住得很近，但是这里面很奇妙的又有个人很高级，他那么高级，他为什么要去住十八环外的男女共用浴室的单身公寓？可能他奔的就是男女共用浴室。而且你发现没有，这是很难，很难见的，很难见。拜托你把它贴开，干脆撕开。伤口看到了，我的天哪！还好啊，还好。这个角色里面有没有下巴受伤的？这是女孩，这应该是个女孩。哎呦，摇滚，没人比我摇得嗨，没人比我更高级，白领，没人比我更会吃，试吃。这应该是个女孩。对，没人比我速度快，跑腿，没人比我睡得久。这里面没说有睡美人的角色呢，我来一摇滚吧。所以最后我在这个角色里面是需要被人家吻醒，对吗？我不能选这个，因为睡着的不可能受伤。我就说我是在舞台上太嗨，有可能你梦游自己，怀疑自己。我叫萨糖糖，因为我那个脑袋就是被门夹成这样。萨糖糖，因为他们说我的身高站着跟躺着是一样。你怎么没有头发？嗯，我好摸呀。来，我帮你绑辫子。不要动。这个枕头是长在我头上的，不能摘下来，一旦摘下会有生命危险。来，我们用他的头来踹。哎呀，你还抱紧了你自己啊！这个肥皂滑到了，不行，来喝吧。你们俩是准备怎么样？一个人变成了枕头，一个变成了墙。我真的只能再坚持五分钟，这精神污染太严重了。你差不多得了啊，多春鱼，多春鱼，那位帅气的多春鱼啊，从你开始。叫我吗？对，请。我就是一直在这里等待你的多春鱼。我知道我的心上人总有一天会穿着和我一样的条纹睡衣来这儿看房。干什么两个女的为我这么疯狂？我一定不会迟迟等你。我相信我的装扮已经出卖了我的身份，我就是喜欢就摇，不喜欢就滚的摇滚巨星何滚滚。你是摇滚巨星啊？ Rock， 一般般的红酒大家都可以有。 Rock， 你不认识我吗？我这么优秀的摇滚巨星。我对你兴趣不大。这话反弹，简直像两个幼稚鬼在聊天了。因为我是夜里出去赚钱的男人，他晚上要去走穴，越夜越美丽。我很不喜欢有人吵我吵，因为只有我才可以吵。这个世界上不配有人比我更吵，他不能因为他吵吵到我才吵。来人呐，都过来！来人呐，出大事了！哎呀，吵死了！怎么会有人比我还吵？你们都吵着我吵了，让我为他高歌一曲。MG 集团我知道，死过不少人的。我比高级还高一级。我很想取你首级。我很想取你首级。我有100种方法杀死你。林高高啊！杀错人了吧？节目组在证据方面再攀新高，太直白了 ，so easy， 史上最简单的一个密室。没人比我摇得嗨，摇滚，没人比我更高级，没人比我更会吃，吃，没人比我速度快，吃，
毫不犹豫就选吃是怎么样？好，没人比我更会吃。哇，我期待已久的侦探终于来了，看我的哦，破不了案不怪我哦，节目组很会玩哦。对，我努力。我呢叫欧吃吃，吃饭的吃啊。你是个吃货。我是一名职业的试吃师。你来看房跟我穿，为什么要跟我穿情侣装呢？我是个有强迫症的人，所以你们都要听我的 OK。 我有强迫症，你们不能破门而入。看完房就赶紧走吧。我客串一下侦探，看着你这个蝴蝶结歪了我难受，我一定要进。哎呀，好了，上岸。粘住了，我的裤子起不来了，粘住了。来几个道具老师把椅子搬走，连人一起搬。好了，行了，醒了，回来。好，有请我的嫌疑人。这是我看到的最简单的人物。一圈大问号没了。你别动了，那这个人是干嘛死的？我哪知道，我乱投的。平白无故就死了吗？我知道是我带上去的，我希望借助他一点孙悟空的力量。但是你带上为什么像武松呢？这样票把你送进去。哼，要来抽角色卡，没人比我摇得嗨。我不要，太累，我一直摇。没人比我受欢迎，点赞，这个适合我。没人比我受欢迎，代表我很受欢迎，就他了。我是有软丝10万粉丝的鬼赞赞博主。软丝？软丝是什么？因为我不硬，我软，所以叫软丝。你给我点赞，你就是赞。快递用车了，可是跑腿是用腿啊。这是一个次元壁。我试试看。加油！我可以。恭喜你冲破了次元壁。哎，怎么跟我头发有点像？不会是我爸吧？你爸？哎，钥匙。假钥匙，我被骗了。我这样坐着，我们两个就都可以睡了。我们融为一体了，我们永远都要这样子。姐，我真的觉得这个人都不太正常。哥，你可以稍微走慢一点吗？这个谎也太笨了吧。对啊，所以就是很笨啊。你们都住在这里然后不认识他。那我不认识他，这是什么怎么着？哎，我踩到我的尾巴了。谢谢大家好，我是林星啊，第一次录制明星大侦探，我还是有点紧张的。看一下今天挑选的一个身份，哇，人比我速度快，觉得跑腿，那就跑腿可能是我的一个职业身份吧，可能我选择这个。林哥哥，哎，你在这里住了多久？我也忘了，但我是一个忍者。忍者？忍者？你看不出来吗？看不出来。这没有拖鞋，看得出来是忍者。裤子真的很短，我只觉得他长了一张孙猴子的脸。怎么讲话呢？起码我有职业。什么职业？我是一个守护和平、物流，精准的讲是。跑腿，或许这里面有线索。怎么吃这种食物？试一下有没有过期。我这屋这么让人有食欲呢？这个辣条没有出现在你的房间，我真的很意外。对，巨好吃，一大包的，巨好吃，像小时候吃的那种。拿一点。那个锅子你找到了吧？正好下个面嘛，这料也浪费了不行。你想要筷子是吧？一个宅男的家里怎么能没有筷子？我一个这么辛勤工作的人，谁监视你的生活？我跟你说不能说谎，你那个已经太明目张胆了。我的故事里没有你。那都鬼啊！是不是冤枉我？是不是冤枉我？林够够是跑团腿公司的首席跑腿，颜值能打，技术能扛，是整条街最开朗活泼天真可爱的仔。
我住在这个十八环外的天堂公寓，并不是因为没钱，我是为了享受生活。人间桃源，这些花都是真的。你们自己种啊？啊，我们自己种，真的。我就是在座各位的鄙视链的顶端，毕业于名校北大，就职于世界五百强 MG 集团。我之所以选择过这样的生活，可能是因为天生的，大家已经看出来了，我对你们爱搭不理，因为我长着一张高级艳势。不就是一只哈士奇吗？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张高奇。这么什么素质啊，在这大吵大闹的。哇，好高级啊。一点都不高级，你们。我怎么会把这么高级的红酒轻易的洒在地上？要洒也是一般般的红酒了。现在它变成一般般的红酒。高级的睡袍自带磁力啊，磁力 OK， 就是一种气场，好，能顶八级风。但是我没有想到你会配双球鞋，高级，哦、高级高级啊！他有鬼，谁？你，我有你吗？我有鬼，啊，心里有你。就是我一直是一个很高级的人，所以我在公司也是很高级。你有啥高级的？你高级？对，就是确定。就是我所谓的秘密，就是说，我觉得你是一个很着急的人。打脸来的猝不及防。哎呦，玩家身份卡。我不是侦探。你们好。你问我们会信吗？啊，加油吧，准备破案吧。我要死嘞。怎么就我们两个没有别人了？好吧，朋友们，明星大侦探，三二一，大白吧，真相。在这个十八环外的天堂公寓，其实包某早就有所耳闻。心怀大爱的我，自然是不会心疼这点油费，一定驱车前往，并好好调查一番。下周同一时间，风里雨里。加入芒果 TV 会员，开启最强脑力风暴。大家好，这里是明星大侦探第四季会员节目名侦探俱乐部。我是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会转正的野生侦探包青白。最近的天气真是越来越冷了，于是我就跑进了聚恋 Hotel 蹭空调，但扑面而来的粉红浪漫气息让我这个单身狗感到无所适从。我不该在这里，我应该在屋顶，我还是乖乖爬上了神秘小黑屋，偷窥侦探们答题的精彩瞬间吧。这什么地方呀？我现在来答题。来喽。是谁说漂亮的女生没有大脑？哎，不是这么唱的。Hello，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出题官 Justin 黄明浩。嗨，哎，黄明浩，请告诉我你的题目是什么？接下来呢，我会给大家听一首非常有趣的歌，听完之后，大家一定要回答我三个问题，答到任意的两个的话，你们就可以获得三搜的机会喽。下面请听歌。现在开始播放第二遍，请注意动物出现的顺序哦。啊，公牛、母牛。哇，完了，我今天晚上要做噩梦了。公鸡、母鸡。第一个问题，请问第一个出现的动物是什么？第一个出现的是公牛。公牛。第二个问题，请问母牛后面出现的又是什么动物呢？母牛出现的后面是绵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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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问题，请问火鸡的叫声是什么？现在请写下你的答案吧。
火鸡的叫声是火鸡叫怎么叫啊？嗯，谁知道火鸡是怎么叫的？嗯，火鸡的叫声是哒。火鸡的叫声是呜，哒哒哒哒哒。没有火鸡叫啊。现在公布正确答案喽。第一个肯定是对的。第一条答案是公牛。耶。Yes。母牛后面的是绵羊。耶。Yes， 我已经答对两个了。火鸡的叫声呢是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啊。嘟嘟嘟嘟嘟。哦，真的有火鸡嘟嘟嘟啊。天哪，我只记得小鸡哔哔哔。嘟嘟嘟嘟嘟嘟嘟。哦，我写的是嘟，但我写的看成八了。你答对了吗，朋友？好，两题还可以。成功了。谢谢 Justin， 我答对两题，耶、yeah ！我答对了两个。母牛后面是绵羊，是绵羊。我记得这叫声是嘟嘟嘟嘟嘟嘟嘟。你答对了吗，朋友？以后再也不来了，欺负人。可爱的网友宝宝们，我是今天的出题官 Justin 黄明浩。今天这个问题是我绞尽脑汁为你们准备的，如果答对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签名照，欢迎到明星大侦探的官方微博下面进行留言答题哦。请问在刚刚的歌曲中小鸡滴了多少次呢？这个题目我包某人都答不出，谁会关心火鸡怎么叫？我只关心火鸡怎么吃。好了，我要炒火鸡了。剧烈后跳光鲜华丽背后的那些幕后花絮，肯定比火鸡有料得多。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周的嘿嘿嘿路透。嘿嘿嘿路透。路透一，巨恋酒店幕后直击。巨恋酒店的住客们聚在一起开心热闹。好久不见。你穿睡衣，我们俩穿着浴袍。不是，我是个捏生的。我带着羊毛毯。哟，白开水来了。这叫白开水吗？水水。哎，这里带着毛毯，这里穿着短袖。哎，今天你们都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两个人只有人有剧情人物，你们怎么都没人物啊？咋没有人物？没有告诉你，你不知道不代表没有，好吗？你是凶手吗？不是，掏我。白白现在套路很深。可以可能。东说你紧张吗？我前紧张吗？我头两天紧张。这里的套路可深了。对。所有人的笑背后。先把新玩家吓唬一下。重点是小心这个人。哇，还有走开。为什么像个大头娃娃？嗯。跟想象的不太一样。小白，我想学这个，到底怎么了？我真的，我很崩溃。这个还在现场劲歌热舞。这有什么难的？最近有更傻的舞。Lady， 对，是什么？这个我。然后呢？就是这样而已。对，手跟脚要错。然后没有了。不是最早是这样吗？太可爱了。就是，反正你觉得不该变过来的事，你就要变过来。那就变过来。这个小白跳的还不错。看撒老师，撒老师跳的。哎呀，看白白，你看撒老师。撒
萨欧也成功打开了幼稚模式。你打我用得着那么认真吗？没事，提到你别演，手断了，别别动！啊，脱臼了！哎，真的真的脱臼了，快有医生吗？医生，快快救护车！第一步，第一步，好了。哎，有志，快点 ！Round two, ready go！哦，太难弄了，这一期真的一点案情头绪都没有。幼稚白自然也不甘落后，你看他1.6米的手，1.6米的手是这样的，好成功啊。这个好，你这特别像那个恐龙，那个短手的，那叫什么剑霸王龙，霸王龙。你可以帮我来一个，预备。哎，这两只。来破案了，破案了，破案了！来，咦，你们还记得要破案吗？陆涛二，皮皮萨意外落水。据说勤俭节约的某位嘉宾终于舍得，哎，换裤子了。嗯。这次是真的换裤子了，终于显出你的大长腿了。节目组的裤子又细又长。待会儿得夸你一下吧。哎呀，如果魏晨不来，我的腿真的太细了。现在知道为什么我要换衣服吗？就是为了凸显这双筷子腿，是吧？那都第四季了，你才凸显吗？不像你的风格啊。这腿细的，哎。这里又有一个相机，哎，对着这个现场，这是谁放的？这是刚才那个吗？有没有泡泡？你一直摁着。这是个玩具而已。你发现的线索还真是有用啊！给你浪漫一下。但这条裤子真的和他奈何缘浅。这个能做吗？能做。一二三，往里往里，好。走你！喂，不能溺到水里了，能不能行了？啊，放心，服务员啊。好，好，好。接下来您将看到的是萨 IT 落水，高清5码0.5倍速360度回放。哎，小心！话筒，快！快把话筒递给。没事。谁告诉我能做？怎么了，萨老师？怎么了？他怎么那么相信我？我说能做，他就坐上去了。你俩不是一家的吗？金男子，金男子。时间还剩5秒，五、四、Ready, 三。哎呦，对不起，对不起。擦擦裤子，快擦裤子！关键是不擦脸了，不擦脸了，脸没事。好了，可以了。你找到的那个标签很重要。不是我围着他干什么？我以为是湿的。你先，我难受。你先把外面擦干，让人家视觉上舒服一点。先把外面能擦干吗？对对对，能。我先擦，我帮你拍一下这个啊，我用你的手机拍啊，这个你找到的这个哦，好吧。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用浴巾隔着裤子擦身体。你太可爱。是谁告诉我？你太可爱了。那话筒没坏吧？没坏。我赔不起啊！这跟我没关系，是有人让我做的。受惊吓了。你看，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公家，是公共财产。受惊吓。擦干了没有？鞋子干吗？换一双鞋吧。他们的话筒居然是防水的。哎，那你们这个防水吗？我试一下。好了吗？喂，裤子怎么样？哎，天哪，好湿啊！哇，你这个衣服这么吸水的，不是皮的吗？我一个 IT 男买得起皮衣服吗？好不容易让你换套衣服，你一会儿还是跟我换穿一样。天意呀、啊！既然浑身湿透，索性再皮一点。
哎呀，你看，谁敢像我这样？谁敢像我这么浪漫？浪漫吗？我刚才脑子可能被泡了进水了。哎呀，刚才进水了，脑子进水了。但你放心，量不多。快点，快点啊！他带着一身湿气。请问你的密码是什么？坐下，我自己量。很凉，是不是？我整个从腰带以下凉的我透心凉。我现在是带着湿，我现在是全身湿透的在搜证。读卡器在哪里？读卡器我哪知道？那怎么读啊？哦，对不起，我是个 IT 男，我应该知道。请节目组帮我准备一套全干的从内到外的衣服，包括袜子，谢谢。一会儿给你拿吹风筒去。裤子需要几件？好了，快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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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衣服，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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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辛苦了，我都冻出关节炎了。有人跟我说那个椅子能坐啊，能坐，没问题。对于这样敬业的萨萨，节目组裤子管够。没事。骆驼三，爱情三十六计 ，MV 大放送。是谁说的漂亮女生没大脑，只懂得暧昧和傻笑，你看你说话的表情多么的骄傲，难道不怕我 say sorry get out？ 是谁敢伸伸出招，没什么大不了，见招拆招才重要，敢爱就不要，情三十六计，就像一场游戏，我要自己找，我要空气。情三十六计，要随时保持美丽，才能得分不被判出去。不必胜利和他的关系，你温柔不能继续，故意装神秘。不必胜利和他的关系，你用不能继续，故意装神秘。哇！爱情三十六计，就像一场游戏，我要自己找，我要空气。爱情三十六计，要随时保持美丽，才能得分不被判出去。不必胜利和他的关系，不用故弄玄虚，故意装神秘。这期我们的主题关于爱情和套路，撒 IT 利用心机套路获得了爱情，为了害怕爱情化成泡沫，他不惜杀害了真巨响。他是如何实施自己的计划？巨响谈恋爱，真相即将加载。我是精通全国方言和 C 语言的 IT 男神撒 IT。 我不得不承认，其实我一开始答应去研发这款新机，并没有觉得这款机器会怎么样，但没想到在我遇到了 OK 之后，也是一时的冲动，我决定用这个新机试一试，结果越陷越深，以至于最后实际上我的感情是被新机控制，而我自己已经完全不是感情的主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新机被真巨响拿走之后，并且还威胁我要把这件事情告诉欧，我就崩溃了。所以我想到了一个要让真巨响永远闭嘴的方案。在案发的当天早晨，我去买了一盒白开水使用的同样迷药，然后迷晕了两只嗡嗡蜜蜂，把其中一只蜜蜂取出了它的毒素，涂在了针尖上。因为我知道真巨响晚上有在水吧活动的习惯，所以当天晚上到水吧之后，通过订单发现了真巨响9点回来，因此我就设好了计谋，决定在他出现的时候
我利用人群的混乱靠近他，然后在他胳膊上用这个涂了毒素的针扎他一下，这样当他走到浅水区他躺下之后，他就会进入假死状。而这个时候我扔在旁边的这个晕掉的嗡嗡会让人误以为他是被嗡嗡给扎死了。等大家发现了尸体慌乱过后，我再用嗡嗡第二次去刺他，造成他真正的死亡。这是我原本的作案计划，但是没想到大家聚在一块之后，很快他们就发现了死者身上只有一个针眼。如果这之后我再扎他一次，他就会出现两个针眼，而这样的话我的嫌疑就太大了。所以在搜证的过程当中，我灵机一动，利用自己发现的这个游泳池的浅水区和深水区备用电源在断电情况下的这种蓄水功能，可以制造一个不在现场的证据。所以我从冰吧取来的冰块，并且破坏了电源线的绝缘体，然后把冰块放在这旁边，等它融化之后导致电线短路，从而造成跳闸。跳闸之后备用电源启动，然后水灌入泳池，在那一瞬间把假死状态的分解墙淹死。爱情是心与心的对话，而不是套路的博弈。本期的故事让大家对 PUA 引起了重视，在这里我们也特别给大家准备了防 PUA 套路小课堂，一起来看看。前一段时间在网络上引起热议的一个所谓的搭讪术叫做 PUA Pick Up Artist。我们经常在生活当中会遇到有的人，比如说对我们示好，那如何去分辨这是他本意的一种示好，还是他的策略，或者说他在套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不是俊伟，你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给我们一些，我们很有必要对小小的这个分辨术，好不好？对对对。那在生活中我们如何见习的去识别我们自己到底是不是被套路的那一方呢？比如说第一步，明确目标，对症下药。如果有一个人，你刚跟他接触时间不长的时候，他就让你产生了对他强烈的好奇心，他包装出了一个非常完整的自我，而且是一个不管是霸道总裁也好，浪漫诗人也好，他是一个无懈可击的人，你对他的故事非常的感兴趣，而且正好是你喜欢的那种，这个时候就要稍微开始小心一点。那么另外一个比如说在这个颠覆形象剥夺同性这个地方是非常明显的一些事情。那么通常的套路就是建立一个非常完美的人设，在你们确定了绑定关系之后，他会颠覆自己的所有，让你开始可怜他，让你开始怜悯，让你开始对他甚至抱有负罪感。因为吸引你的必然不是弱项，但真正让你愿意付出的，真正让你相信自己爱上他的是他的脆弱。懂了。最可怕的情感是自我牺牲，因为人会为了自己的自我牺牲找到一种理由。我为什么愿意为他付出这么多？因为我爱他。这个并不是你真的爱他，而是他的操控使你自己达成了这样一个催眠式的答案。哇，这太可怕了。他们会经常用一个夸赞加打压的模式。对，加打压，他们会试图降低你的自信心和自尊心，以此来建立他们对你的依赖。对，比如说我要泡白开水，这时候我会说，小白，你看你戴这副眼镜其实蛮丑的，就只有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我会觉得好看，所以你出去的时候不要戴这个眼镜。又夸他又打压他。对对，他会觉得你在我面前我会觉得你很好，但你出去并不会，大家不会觉得你好。谢谢谢谢俊伟，这个很有价值。依赖所谓的爱情技能，也许有一天你会变成爱无能。咦，我这个单身狗怎么还当起了情感大师？好了，真巨响的案件结案了，这连好跳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But世界上又有另一个角落阴谋四起，让我们一起去圆桌抽卡的现场看看吧。人呢？哟 ，Hello， 未婚夫，哇，萨老师今天，萨老师啊，被我活逮，什么叫活逮是什么？啊，我是侦探呀，你被我逮着了呀，你坐中间吧。啊，凶手，你坐中间，你坐中间嘛。这个位置写的凶手两个字，这个字不是写的是羞辱，被逮凶手羞辱。这次讨论的这个关于人与人的在交往当中的如何掌握一些秘诀，去分析这个人到底是真心还是对你有所企图，我觉得非常有用。科学有的时候也是个双刃剑，是，就是科学的道理和知识，如果用在对的人手里，那是推动社会进步；如果用在心怀不轨、心怀鬼胎的人手里，那有可能会对别人带来伤害。没错，所以还是大家还是多一些真诚，少一些套路。对，好。来，请看这一案的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在遥远西方的土地上，有一所波特大魔法学校。猫头鹰带着入学的邀请飞往各地，但角落里的黑猫却敏感地嗅到了阴谋的味道。果然，魔法学校的入学日当天，真校长在大雪纷飞中离奇死亡。是谁发起的黑色索命？这一切与魔法又有何关系？嫌疑人一一锁定，出门不认路，过客，赶车不迷路，马夫，打人不动手，厨师，防御不用盾，防御老师，魔咒不用念，魔咒老师，占卜不用牌，占卜老师。三名嫌疑人中隐藏着一名真正的凶手。现在，请各位玩家开始抽取角色卡。夏老师，我帮你拿那个魔咒老师吧，那是个女的。只有一个女的，好像只有一个女的。嗯，怎么了？没什么，不够是吧？不，我在想，我这一期不想再当凶手，但是我个人凭我的直觉，我感觉到凶手应该就在这六个人里面。哇！我直觉一向很准。萨伦，我觉得你这话说的不对、我觉得凶手应该是在这其中的五个人里面。哦，对，我也开始点的。我们录到第四季了，还要说这些没有营养的话吗？也是在这六个人里面吗？我想要当凶手。我想要当凶手。我挑马夫。我想当一个老师。占卜老师。赶车不迷路，马夫。我是校长，非常信赖的马夫。如果你伤害了我，我会放你；如果你辜负了我，我也可以放你。不是我心软，因为我职业就是个放马。如果你想让我放你一马，请你给我一个马。什么？放你马？我就是波特大魔法学校的最专业的马夫河马。最后送给大家一首我的主题曲《套马的汉子》，你威武雄壮。你知道吗？牛肉、羊肉、猪肉我都不喜欢。那你喜欢什么肉啊？我喜欢你，因为你是我的心头肉。林老师、吴老师，挺热烈呀。他为什么要给每个孩子发马呢？因为我是个非常棒的马车夫，我的行驶速度可以达到180迈。好了，我这根魔法棒代表了我的身份，我是学校的老师，我叫萨詹卡萨伊夫迪基拉。信念感好强。我就是教大家怎么粘怎么补，就是缝纫老师。对对对对，修修粘粘，缝缝补裁缝。虽然我这根魔法棍和我的两个同事的不太一样，因为他们可以发亮，但后来节目组告诉我说，是因为批发魔杖的时候，他们那两根是买的，我这根是送的。我感觉那面包你可以吃，上一季用的就是这一根，难怪有一种过期的哈味儿。有没有第三季的感觉？他就化作了一阵青烟。怎么可能？他200斤。对不起，200斤化成一阵，那就是浓烟。他200斤化作了一阵浓烟。医生，快过来帮忙抽血！哎，我拿着锯，走，你别拿锯，截肢呢你！他说我们搜不到，就不要瞎问。那就是在马圈里。没事，从哪里跌倒，就让我在哪儿躺会儿。喜得爱女人。囧哥，你是什么？马夫。赶车不迷路，那我就用出门不认路。好的，好的，我捎上你一程，晨晨。因为我有一首歌就叫过客，哇，我就是选了过客，绝对是来打歌的。我觉得那是第一张专辑啊，是吗？已经来不及打了。怎么了？你表情棒棒的。你如果是侦探，你要告诉我们。我是侦探。真的吗？真的。你给我看一眼，你别骗我们，因为萨老师已经把这个节目的风气搞了。你这期是侦探、啊。我们不看证据已经不相信任何话、啊。那我就放心了。啥意思？随便玩吧。哎，这位司机先生，你好，你好，请问一下，
这里是哈利大魔法学校吗？波特大，哈利大，是不是波特大？是哈利大，波特大，波特大，这里是波特大魔法学校，不是波特大魔法学校，断句一定要清楚。哦，波特大魔法学校，大一定要小心点。啊，波特魔法学校啊！我也介绍一下自己啊，你应该能看得出来，我是 M 国 M 国，我是 M 国最有高贵气质的男人之一。我叫魏贵人，我要戴上我的小礼帽。嗯，好。往外开的朋友，还是侦探的门都不知道开。哎呦，今天这案破不了了。你没有说这个是外快本啊，所以今天决定让大白真相大白，让真相大白。还有一个没来吗？天降法棍吧，这就是传说中的，这是你变的第一个魔法是吧？天上没有白掉的法棍。你跟真是什么关系？好吧。你可以等会儿再说。不是，你是厨生啊？不是，你是厨生，你是厨师。侦探，侦探，帮我们总结一下吧，侦探。我已经无法总结了。下面这一案呢，又会有我们三个了，还会有三个不同的玩家来加入。听说有一个玩家呢是跟我很亲的人，我非常期待，他胆子特别小，所以今天这一案回头希望大家不要吓唬他，好不好？我们用案子直接吓他就行。我最喜欢吓唬人。接下来我要选一下我今天要扮演的角色，我要选一个厉害一点的。我喜欢魔咒老师、占卜老师和防御老师，我想当老师这三个，一看就是打杂的。魔咒老师，防御听起来需要一些体力，我不行。占卜和魔咒，那我今天就要这个。是谁的小眼睛没有看老师啊？哎，怎么没有小朋友呀？我是吴老师，对，我是这里的老师。吴老师，吴老师，这会儿用不着记笔记。这会儿为什么不用记？我已经找到了漏洞。吴老师老家哪里啊？吴老师，我喜欢的是林老师。哇，好高级哦！啊，这个抽屉这样转是转不开的，你就拿这个一碰它就开了。磁铁呀！啊，这有个箱子。哎呦妈呀，我的裙子勾住了。这一定是个大线索，如果这里边没有线索，我们就可以把那个钥匙给吃了。我把自己踩住了，哎呦妈呀，我这个大裙子太影响我的发挥，哎呦天，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裙子，哎呦，天天带我遛遛狗啊，看看花啊，走一走啊，玩一玩啊，我就觉得那怎么赶脚又回来了，然后就又进入了爱河，我们两个天天又在一起。那吴老师，你太适合吴老师这角色了。你俩的恋爱咋一阵一阵的？你跟林老师真是绝配呀、啊！而且小的时候为啥咱俩是一对的？因为那个学校只有咱俩会说东北话，就那种一拍即合的感觉。林老师啊，幸亏你这期有时间呀、啊，不然就换杜海涛了。哎呀妈呀！大家好，我是林更新。不好意思，我又来了。那现在抽取我今天的角色卡：魔咒老师、防御老师、厨师。那我选这个吧，起码他是以一个老师来称呼的。防御，不用盾，防御老师。我是我们波特大魔法学院的黑魔法防御老师。什么叫黑魔法防御？就是养狗的。不是，这个不是一般的狗，它是我们灵真七子。那我分别介绍一下吧：张二哈、金毛勋、萨克金、何泰迪、周正全、白萨摩。搭在上头的叫五彩犬。耗彩犬哪儿呢？五啊，耗，我看错了。耗，吴是口天，耗是日天。我这我没看着，就是我每天呢都是要带他们巡逻，遛狗就遛狗嘛，什么巡逻，在我们的校园里保证我们的校园学生的安全。我的名字叫汪汪汪。
吴小姐你好，站在这儿我比较紧张。我们一共不就俩屋吗？这么大的空间，我们这么大的学校，怎么就俩屋呢？为什么我所到之处全是辣条？哎呀，买这么多辣条干什么呀？针对你是不是？我们魔法学院都吃辣条。如果正常发展下去，你可以继承这个学校。那肯定的，咱们这家大业大，这肯定是我的。林车夫的，我不是车夫，请尊重我，我是防御老师，他是我的继父。继父还是姐夫？继父，干爹，不是干爹，你这么讲话就很难听了，请尊重我继父。我是一个有故事的一个男同学。下面呢，我就要开始抽我的角色卡了。今天是会是什么样的角色呢？让我们来看一看。诅咒不用念，诅咒老师，哎，不太适合我。一看就非常的生猛啊。防御不用盾，防御老师，不太喜欢防御。赶车不迷路，马夫，我怎么可能是个马夫呢？打人不动手，厨师，这个我很喜欢。真偷东西，真偷。咋的？还一根变两根了？偷东西，偷东西吗？小偷，你那嘴咋就那么馋？那么馋呢？拿个法棍，那么馋呢？我是一个做饭的，我叫魏饭。我其实还擅长做法棍，就是这个魏家棍法。看我这个棍法啊，你看我研究几个，我觉得不错：佛跳棍、游龙戏棍、绝代双骄棍、棍子捞月。这光是棍儿了，光棍儿。这个是搭配的，就是拿棍蘸盆儿，然后吃。你咋不说那个把棍儿贴在那个锅边上了？这样能吃吗？你吃给我看看，听没听课，认没认真？是不是你？不是我。你这个女人最阴险。你才阴险！从那一次被骗了之后，伤了我的心之后，是我对你的阴险的态度一直不变。是不是你从一开始就死板脸跟着我？我自作多情，我这一次我就必须捅你一跳，我使劲往你身上给你揽。玩家身份。哇，传说中的金条。凭借我对未来的预知能力 ，Yes， 我预测我本期应该是。我配合你，晨晨，我坚决把他再逮出来一次。我跟你讲，一般凶手都是这个，不可能。对，一般凶手都是这样。何老师第一个跳出来，我配合你。上次当侦探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三票都投给了何老师。投囧哥 ，No。从那开始，晨晨在这个节目里面一直对我有亏欠之情。我不一定配合你，我要看你玩的怎么样。我们大家一起加油啊！同时，我们也期待另外三位大家非常喜欢的玩家——明星大侦探大白话真相。在一个魔法学校发生了命案，那不就等于神仙打架吗？包某人这就回去找个魔法老师恶补一下技能，不然都没胆子帮你们挖料。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下周同一时间，风里雨里。